我家的三个孩子特别喜欢吃油炸烧烤的东西，所以每周我都会煮两次这个水给他们喝，这样就不怕他们上火嘴巴臭臭的。我煮的是这个竹蔗茅根鳕梨水，它这个里面是搭配好的，有竹蔗茅根鳕梨、葛根、胡萝卜、罗汉果、蜜枣，有条件的你们也可以自己去搭配。清洗干净后倒入养生壶里，再把它加满水，水开后再把它煮个20分钟，不需要加糖，这个水就已经清甜清甜的，小朋友特别爱喝。如果你家小朋友爱吃上火的东西，可以经常煲这个水给他喝哦。